大家好呀，许久不见，甚是想念啊！这里是火山社，我是小史，我们终于可以出来做节目了，哎呀，我的天！所以呢，欢迎收看今天新的一期火山社的周末骑士啊。虽然说上海现在其实还没有完完全全解封，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很轻松的离开上海，带大家去一些更远的地方冒险。但大家相信我啊，在上海这个地方呢，仍然有许多有趣的废墟啊，有传说的地方啊，甚至一些上古文物啊。我最近的目标啊，就是在上海真正解封之前呢，带大家把上海这些所有有趣的地方一一踩个遍。好了，那言归正传，今天的主题呢，作为疫情后的第一期周末骑士啊，绝对不会糊弄大家。我们今天要去寻找的目的地呢，是一座废弃的崩坏神庙。那这座崩坏神庙到底是什么来历，里面长什么样呢？大家容我卖个关子，我继续赶路，很快就带大家到那里去一探究竟。冬天骑车嘛，觉得夏天真好，暖和。夏天骑车嘛，觉得冬天真好，至少不热。哎，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跟大家聊聊接下来的计划，透露一点。我可能会重新做一档节目，就是我们之前砍掉的，叫做《魔都回忆录》。之前因为没有疫情嘛，感觉很多地方都很有有趣的地方。而且上海实话说变化实在太快了，城市化实在太严重了，几乎没留下什么太有韵味的东西。我并不是说上海这样不好，因为发展所需嘛，可是我个人会对那些古老啊，然后有点传说和故事的东西很感兴趣。然后经过疫情的一段时间的沉淀呢，我在那儿疯狂的检索搜索各种故事和传说，哎，发现上海呢这种稀奇古怪地方还是有不少。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做一档鬼话和周末骑士联名的节目，联合投稿，自己联合投稿自己，我们称之为魔都回忆录啊，会以故事的形式跟大家聊聊那个地方的传说，然后带大家去实地看一下。那上海其实还是有这样不少的地方，现在筹划当中呢，大概就有2到3期吧，但具体最后出不出呢，还是不能跟大家保证的，还是要看缘分，因为很多东西并没有那么理想，哈哈哈哈，给自己留条后路啊，哈哈哈。好了，现在距离目的地还有一段时间啊，跟大家聊聊周末骑士这档节目的核心内容。其实我们现在一直热衷于在做的就是叫做城市探险。城市探险呢，其实是我个人觉得不管什么年龄段都可以去尝试的一项小众文化吧，因为像很多的户外探险，它的门槛其实是很高的，而城市探险呢相对来说要低不少。整个城市探险的核心概念就在于寻找这个部分，就像小时候无意间搜到一张所谓的藏宝图一样，你根据藏宝图找到这个目的地所在，那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有宝藏，对你来说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周末骑士呢，我想做的就是这一点了，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利用你周末的时间，挑一个时间啊，让自己出来好好放松一下，找到儿时的那种找宝藏的快感。因为现在真的很难啊，大家知道不管什么年龄段，不是横着卷就竖着卷啊，还有些人斜着都能卷，那何不在周末给自己找个放松的时间呢，找找小时候那种最纯粹的快乐。那周末骑士呢，希望就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探险的快乐吧。然后呢，你会在我的视频里找到大量的线索，找到这个地方。如果你根据我视频里的线索找到了你想要去的这个地方，不管你是去拍摄还是去纯粹的好奇心，我觉得真的会是一件很有趣的过程。所以大家如果对我今天去的这个地方感兴趣呢，我会在视频里留下大量的线索，大家如果想要找呢，也可以私信留言给我，我会给你们提供大概的线索，剩下的部分就由大家自行去寻找。哒哒滴哒哒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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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好了，兄弟们姐妹们，经过一个半小时左右的长途跋涉呢，我也差不多到了我想要到的这个目的地附近啊。Later. 好吧，兄弟们姐妹们，我好像已经到了差不多的地方啊。每次其实周末骑士呢，我对于自己的最终点其实不是那么确定，我现在唯一能确定的，我感觉应该大概在这附近，因为你们看这附近已经有很多废墟的感觉了嘛，不出意外的话就已经在这个附近了，剩下就是寻找的部分了。然后呢，我们先用无人机看一下吧。Thank you.
Hello，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进来这个地方了。那上面飘的是塑料袋吗？兄弟姐妹们，看到后面的白塔了吗？我们终于进来了。相信大家已经看过无人机画面了。实话说啊，这一次的进入比我想象中的要顺利的多得多，但是每次的拍摄往往都伴随着些意外因素。过去在很多帖子里发现这里是畅通无阻的，现在这里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反正呢，基本上现在进来能看到的所有建筑周围全部被这些铁丝网围起来了，然后打上了标识，其实还有摄像头。不过实话说呢，这里因为年久失修啊，很多房子确实有点危险。你看身后的塔，咦，这个造型有点邪恶。哎，计划呢通常赶不上变化，周围的房子已经全部拦起来了。而且刚刚也给大家看到了有摄像头，其实进去是非常不理智的行为。我也不想破坏任何设施，也不想违反任何规则。但是俗话说得好，来都来了，总不能空手而归嘛。幸好带了无人机，我就用无人机视角啊，带大家去看一看周边的这几栋房子，然后呢，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到刚刚跟大家聊起那栋很带感的佛像。好，我们起飞。地上一坨呢，就是我了啊。在我的身后呢，就是刚刚给大家看到的这座白塔啦，啊，歪得非常的邪恶。然后在白塔的左边和白塔的右边都有这一座非常大的房子啊，但是呢，他们拦的是非常远的。现在的天色比大家实际看到的要晚得多，我基本上没有办法看清这座房子里面的视角。然后呢，我们就用无人机直接从空中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如果真的能找到那座佛像呢，也算是今天的任务圆满完成了。好，我们先去看一下这栋房子里面有什么。好，飞机缓缓接近，我是不想再丢一台无人机啊，一定是小心小心再小心的。这里也不算捞不到，但是进去就很难解释了，你到底为什么要进来这种地方。我们飞低点去看看这个二楼里面到底有什么。用无人机视角呢，现在我们大概离这座房子最近能接触的地方还有3米啊，完全看不清里面有什么啊啊！直接放弃啊，有风险的事情直接放弃。哎，好，我们把目光套到一楼。哦，一楼这样看里面空空荡荡的，完全不像有任何佛像的样子。大家看，飞机已经疯狂发出警报了。我觉得那已经基本上可以排除这栋了，那眼下就只剩下大家眼前的这一栋房子了。我们呢直接飞到二楼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哎，兄弟们，我好像找到了哦。我把视角再拉近一点点带大家看一下，那个里面好像已经能隐隐约约若隐若现的看到一些轮廓了。我拉高一下感光度，咱们看一下里面。哦，找到了，找到了，兄弟们，大家看，这就是那座被大家在帖子上发的那座感觉很，实话说有点诡异的佛像，因为在这个废弃的景区里已经待了很久了，然后现在被封在这样一座东南亚建筑里面。我带大家飞到最近最近去看看，希望不要丢掉这架无人机。我不知道是这段画面导出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首先它现在是一个不是很好的画质状态，因为它里面太暗了，完全看不清楚。但这座佛像光是这样拍，怎么给我一种非常恐怖的感觉啊。我不能再接近了，因为无人机一直在报警。大家有看到这个画面吧？
就感觉他的眼睛好像是有光的。本身一座佛像在一个废弃的这种东南亚的庙宇里，就有一种很邪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幸好这里不是一个很正规的场所，不然会真的会让我感觉很害怕了。好了，我要让飞机回来了。好啦，那今天的这一期周末骑士呢，我觉得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因为也没有办法再继续深入了。实话说呢，今天小有遗憾，遗憾的是呢，我们没有办法真的走到这些建筑里面去拍那些最带感的第一视角画面。不过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我们算是达成了目标，找到了这个地方，然后也找到了那座很带感的佛像啊。大家如果自己有机会的话，可以来这儿看一下，非常的有趣。不好说。关于周末骑士呢，我觉得大家未来真的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现在的任务列表可以说是排得非常非常满的。我们会探访上海这边各种废墟啊、传说之地啊，还有一些甚至有古文物的地方。如果没有关注火山社的，赶紧关注起来啊，这是一个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社团。好了，那今天的这期内容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啊。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呢，请一定一定记得一键三连啊，因为这对我们非常重要。然后如果有任何好的建议和意见呢，私信底下留言我都会看。那今天这期就是这样了，下一期周末骑士我们很快就再见了，拜拜。